点准备发球。这球太高了，太高发。他们呢，我觉得这个防守是他们的那个强项啊，然后呢，积极的抓一些是他们的这个优点。会在一开场的时候，为了球多了，就是印尼说他们比较真的比较全面，在场上出球的一些不确定性。所谓的场，两个人在场上显得更加的积极和兴奋。相反，我觉得印尼组合好像。球很有力量，你看这球，哎，几乎的整个的反击的速度还是很快。对，过了，再看这球，啥在网带上？球没压住，裁判判了发球。开的很多，提得太高。投一个后场，好球！这球过来拿直线这一下还是很坚决的。对，就是上来这一下，我觉得苏卡穆约真的是判断的很准。好球啊！连投一个后场，转入防守。下压，接下球，还是发，漂亮啊！应该说拿的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的啊。上步以后，你看反拍勾对角啊。最大的问题就是使用能够保证第一手。这球啊，又觉得又应该留给身后的就对拍，对。然后一看球还是可以拿。前半段进入比赛一开始是整个状态没有，日本队拿球他确实快，整个连着好的球，吊球，好球啊！明显，吊球的
们拿上手的机会差不多了。手掉一拍，小中路，挑战投资，转了吧，不像开的点，我跟谁走？很快才行。对，这球啊，还是发的有点高了，危险。所以呢，你发完球以后，你这个拍质量一颤，还是被对方抓住了。再敲给对方，重杀，没压住，收稳球，接，伸展面前，对，我觉得索卡穆约他这个往前还真的就是挺冷静的，对，可以看起来比较合理。也可以说，其实在这段时间，印尼队领先也是输。连三拍当中，日本总和落了下风，就始终也过不去。哎，这一分还是。发过去的球有点飘，也是球，把这灯开完了，我这个很猛，第一个整个发挥出球的板，这球收掉的。
天的一些转折，一些回程，对，会缓下来。对，反击，好球啊！再拍他的。库卡布约真的是可以说打不死。